是非凡。可是瑞凡回得去了，隋唐与温升豪及犀利人妻暌违十二年再合体，在亲爱坏蛋洗白成恩爱夫妻。哎，就是这么巧，隋唐在戏里名叫珍珍哦。这剧本原本一直都是反正说，对，谁？刚刚是说谁叫错的？先问，开玩笑，要安静点。是那个默契是跟当年比起来，很快就回来了。我个人是觉得不错，因为我们以前拍了四部戏，大家都只知道好像是拍戏，其实戏剧之前还有三部。不知道那个叫什么？为爱发电。方是演一个什么主管，然后你是一个小秘书啊。我作为小秘书有点色色的感觉。为爱发电，这小秘书很喜欢这个主管。对。会在办公室说经理不要啊，像这样，他要穿女服装，那个网络上找得到，要穿女服装，对。啊？是啊。啊，这样就走得好前面了。But 风水轮流转，这回渣男一角由修杰楷挑起大梁，情欲碰撞到六月都激动起来热。我们四个人还唯一有身体的碰撞戏啊，哪有到碰撞？有接触。我觉得你一定塞信给导演，因为导演是我有小王的，我还很开心，他还跟我说会帮我找一个小鲜肉。结果跳投了一场空。退休人了。对啊。在车上，跟小三吗？之类的吧。是多渣呢？他没有自由过，被家庭控制，被你控制，不是被妈妈，被他的妈妈控制。对对对。好时事哦。哎，对。没有车，可以好。突然，对。哦哦。退休现在是很开心，可以先暂时摆脱这个剧。没有啦，还是会每天回家啦，就只有那三四天。你那三四天开心的，大家都知道，很是吗？对，吃泡面包，给大家吃东西，然后一走到那个呼吸性监控，因为那个地方很棒。